咁有一次，我諗係神嘅安排咯。咁有一次去咗出外，即係落晚出咗去玩，跟住突然之間玩完之後，我就同個小組長講話：啊，不如你聽日帶我去崇拜咯。咁我第二日就去咗崇拜啦。咁一直之後就冇斷過。咁而家去崇拜嘅時候，我知道咗點解之前個 video 裏面神點解要釘十字架，點解要流血咁死，係因為佢哋，係因為佢愛我哋。